谁呀？躲躲起来了。不知道谁，好像是也要躲吗？这么怂。还好不亏，这边直接追了，他敢翻他就死。你看，人胆子大无所畏惧，真敢翻呢、啊。谈啥呢？反正你都要过来的。这都能空。我傻了，你敢秒救吗？你又不敢秒救。亏呀，亏呀。不要换金身呢，看情况吧。如果这个家伙又没倒了，我就换；没倒我就不换。他不揍我，那就不换。哎，我这不白给吗？我干嘛要吐他一口啊？手贱！看来得换金身了，但是我换金身过程中我还不能用这个黑灭知道，是为了拼一下手速了。好吧，慢，那告辞。乱走哎呀！
这玩速度与激情呢，一个护臂弹窗天秀，然后跳地窖。他说忘记我有闪了。可以走人。等会儿一号机有人在修，这么膨胀。怪不得膨胀。魔术师在人皇，先知在墓地，黑妹在小木屋，节奏不好。哎，真惨。哟、哦，还挺快乐的。既然都在酒店机，那我再把天气也关了。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拦住黑妹，她在二号机，二号过来的，从火胶囊中间，拦不住估计就平了。哎呦，有机会！好，再见。然后最后一个人的小木屋了，送了吧。突然就翻盘了。跑的肯定是先知了，只有他能开局看见我就跑。不要肥了，还得跑呢，真的怂。
还有翻身加速，先让他交了吧。我交了，拿刀了，交鸟，爱交不交？那就是交鸟转大房，不转，闪闪四合院，玩板。 刚才没看啊，没回头看。直接让他转周里面去了，有 VIP， 机智啊！先交鸟，然后再翻板，那我不出刀了。 真应该回头看的，拖了很久，没球了，该拿刀了。 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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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。 怎么回事？
没了，上跑了。哎，这个破陀真的烦。这家有个大房，我不得舍弃底牌换一个封装，一旦转大房我就追不了了。跟那个头皮屑改一样的，不就没人事了。磁铁在跑，医院里面，把他赶出去了。等一会儿，等等，看见我了。他还是要进医院。没办法，把他看见了，你被看见就好了。两个人，一个演员和一个磁铁，抓磁铁吧。直接活不了多久，三层。哎呀，没抽出去。回旋盖，回旋盖，前锋这波应该不会拉球。蹭个三层丝，我在这边等。然后这次把所有的球全用了。他有球很多，金身不能换，换了我的账。白给磁铁。他待会儿就倒了。可能要换闪送，看情况吧。废墟这个人并不打算过来，那应该是鬼，应该是这边的。前锋开球救了。还好没着急先，我感觉这耳鸣不对劲。再翻，他被摸起来了。演员用自愈先知救，现在废墟。嗯，早点打，免得吸鸟。哎呀，这一波金身换掉了。
乌龟最后一台是三连，他没治愈了，他要不走等会儿就死。然后他先知，突就死。 然后他把野原摸起来，然后两个人补电机，估计不会补，跑，往小木屋跑，小木屋往废墟转，苟着了。 再废墟啊！假装遮掩啊！我等会回去，我怕这先知把电机补了。还有呢？ 演员在医院里面，我以为先知在医院里面，应该是往那个龙皇那边走的吧。 防符透视挂，他一挂，现实在蹲地窖了。他认为演员留死，他能跳回去。 破烂出人点，刷到这唯一的好处就是确定大房没人，但是会有人转过去了。磁铁和仙佣兵，先打一下，哎，绕一下。 翻窗就死，不翻也死。挂在外头，挂在里面的话，他可能要进去了，省事。 佣兵，小木屋。假设这是黑妹啊，然后这边叫做先知，然后那边是佣兵，小木屋那边接手吧。
别找他了，双刀可以了。 我刚才怕给他鸟，所以留了一手。因为给他鸟，我打到鸟，我有闪现，闪现还可以打的。要闪现交了鸟，鸟给上了就很麻烦了。这么早就贴啊？有人在摸，那这边没人修机子。 给鸟啊，不给，还不给鸟，那我也不着急。四点应该好了，这波要给了，他再不给就炸了。 真就卖了呀！可以啊，我操，这一波！ 你是把他拖死了。 看这次你交不交？卡了一下。 没有用啊！气得爽吗？贪得无厌。 妹妹叫治愈啊，自己起来的。哎呀，打了尸体了。三层猴，交不交？交了。我估计他鸟也快好了吧。 被摸了，摸起来了。打佣兵会有三层猴，被偷了。 摸人了。
没有吗？先直接重新洗，用冰窖。不怕闪现嘛？下一波可以闪了，他不怕的。都有治愈，投了，先知没有治愈，搞忘了，先知没，佣兵有。七点走，我有点虚了，我没传送。如果七点不是限制，那还行，可以抓。还吸了几口鸟。别回头，回了。这波翻窗加速，然后再上一波车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炸了！你打他，他就坐车；你不打他，他就吸鸟。必打，大不了抓死你。这种情况就很烦，就你去起点无解，你不去起点，他你电机就没了。谢谢啊。取消插刀小能手，佣兵摸好的他，先知补佣兵电击，佣兵过来救，然后至少丢两台。你有没有护臂？不用了。不知道这鸟要给谁，估计是给。磁铁，还带狙击呢。这都没中啊，20秒，无人空的就是20秒。等追猎吧，伤啊！然后佣兵如果这台亮了，我就没了，这把可能就是平局。还好他没亮。
他刚才加速了，这边有柜子，给他加了个速，救了他一命。 都压完了，那我这把应该就没了。佣兵救，先知压，应该平了。这把开局太炸了。 这把铁定平局，没办法的。传送还没好，估计传送好了，门都两个门都在开，一个终点演员，一个起点佣兵，随便传一个吧，试试吧，万一没开呢？ 哎呦，还真就没开啊！真秀啊！ 哦，对哦，他开不动门，这个家伙开不动门，我忘了。哎呀，没有调光师，大船的那个人往海边跑了，可能前锋，应该不是，狗起来了，应该先直，然后这边前锋往人往跑。 角落有人修，不是前锋，黑妹，角落没人修，先直跳进去了，磁铁海边，打磁铁，这边是两个人，前锋和先直，然后黑妹在人皇，那所有人的位置都出来了。 又是取消插刀小能手，等会儿我记得能换。哎呀，完了，搞忘了，亮的应该是前锋和先知两个人一起修的。 挂海边啊，修机子，什么东西撞到了？那没人修机子呀？
我直接把鼠标调出来，等会，我把鼠标调出来都点不了，我自动出刀了，又没丢到。 还在狙击呢，真狠呢！骗了也得死呀！力甲差一点，但不多。 挂到海边，手机子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就让你揍！我参成愤怒怕啥？真是。 搞得我怪慌的，那我不着急了。 资源应该都交了，黑妹。 我可喜欢，这应该还有一个人呢。那黑妹真的当面削我，膨胀啊！以为我不锤他。哎，我没眼，有眼就好打多了。
这球拉得快没了吧！磁铁摸前锋，摸完过来就先知大鹏，两个小木屋。他是找了个针，他自己找了个针，没人摸他。 哎，取消操刀了，又取消了一波。 怀表了，切点手，失误了。现在两台在修。 应该死，然后就是拦下一波人，先知，不用拦了，这电竞没修完，直接走，可以打，干嘛不打？ 修完了，还真敢顶，应该平了，平局了。 鸟居然一直都没交，我是说磁铁死了都没交鸟，他们鸟交。 存在的，即使能平，我也要把它给搞出去。
等等，这一刻呢？不挂了。有什么东西可以撞到自己头，让自己掉一下。 搞什么？这不按常理的就炸了都。我还不能挂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万一他们把它卖了，我就没了。可以一屁股坐死俩，来。 搞了半天鸟没交吗？假装氢气球，183秒。 不冷静了吗？只要我不出刀，这个人绝对就投不了降。 少赢一分，凑合吧，这都没做到。
哦，取消插刀了！我以为我在插刀，我还犹豫了一下，人都傻了，站在那不动，以为自己在插刀。 不能留死，留死我就没了，我还得上，我还得拿分。哦，不对，还得掉分呢，说错了。抢先了。 套路吗？蛇皮一闪，蛇皮一撞，还多久啊？哎，可以了，走，再见，下一局。